又迟到。色的牌里的熟悉的你也变得陌生，偶尔碰面会随意的微问，眼神和语气不冷也不热。其实我也没必要否认，与你有关的舍不得扔，不管念旧的情节有多深，却无法决定你的缘分，还是写出祝福。想吃什么？谢谢你，祝福你。